差不多。台北更闷一点。对。总之呢，我觉得还是非常谢谢铁花轩今天能够在这里表演。然后对于这次海祭的表演，其实对我们乐团有很大的意义，因为海洋音乐季大家都知道，它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音乐季，对。然后舞台也很大，人也会很多。有人会在台北的吗？那一阵子7月23号，7月23号，对，我们在新北市的共寮那边，会应该蛮嗨的。唱完直接冲下来。对啊，如果大家有空的话，可以一起来晒晒太阳。然后如果喜欢我们音乐的话，其实也可以上网搜寻我们，对，很好找，就是把名字打进去 Facebook 就好了，就那个英文单字打进去 Facebook 就好了，应该就可以搜寻。
飞蛾在茧里面的日期就是21天，当它破茧而出，在茧里面，在一个蛹里面，它会待21天的黑暗期。那其实在比喻说，每个人都有很困难的时候，有时候人生遇到很大挫折，或者是想不开的时候，其实只要度过这21天黑暗期，想想你的朋友、家人是怎么支持你，其实你会再重新看到一片很光明的、很有希望的未来。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得到这个讯息，可以得到这份力量，所以是有这个含义，还 OK 吧？